我是梁怡真。我今天要介绍的是我新专辑《未满》里面的歌曲，名为《幸福》。这首歌呢，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要跟自己过去的恋情呢做一个告别的动作，因为其实这首歌里面在讲的是一个没有办法得到的爱情，所以是有一些些遗憾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人总是要往前走，总是要抛下过去，然后走向未来。所以《名为幸福》这首歌也是要激励大家，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都要往前走。我们来听听这一首《名为幸福》。七点钟的捷运，我单程的旅行，我是不是从此流浪，又要背着往事当行李。末班车的人群，不见你的身影，我是不是就此放弃，要找